早点睡吧，小盒子。叫声小盒子呢？难道是我？再见！我说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明明是个大神，为什么要起这么猥琐的昵称？水平简直就是超神哎！妈呀！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我也喜欢看他直播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继续。哎，二姐。梁晨。哎，知道吗？刚才有个美女。跟我说话了，哦，他说他喜欢看你直播，哦，哎，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？那个是梁晨，你骗我？我要是骗你，我妈每天出去买菜都会涨价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梁晨居然看你的直播，以后我要跟你一起直播，不要。别这样嘛，今晚行不行？今晚有事儿。那我就等你忙完了一起嘛。那就一局。奶奶，这边。坐，小景儿，赶快坐。来，小景，小景啊。哎呀，这么丰盛啊！小景。哦。可以吃了吗？啊，吃吧，爷爷。吃吧，吃吧。小景啊，你刚才看什么呢？刚才。看到我喜欢的人了，啊？你喜欢上的人？上哪儿的？谁呀？多大年龄了？是你同学吗？啊，是我喜欢的歌手梁晨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啊，这么大年龄了，自己的事儿呢也该上上心了啊！你看，爷爷你那么大年龄的时候呢，我跟你奶奶我们都结婚了。对对对对，小景啊，你得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了。嗯，啊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只是觉得他的声音很耳熟。快上车吧，下着雨呢。